愿地藏王菩萨、诸尊菩萨、摩诃萨、摩诃般若波罗蜜、三德六位供佛、及身法界有情菩陀供养。若犯十死，当愿众生残月为始，法喜充满。至比丘时存五官善心杂化，信事难消。大众闻信生感恩的心，总是在养生餐，我们在供佛、供法、供身、供养三宝之前的祈祷文。全缺应供三房心理。